永通万国的出现连通不全，五行大部时北周三大梅拳不仅在南北朝乃至在我国以及世界铸币工艺史上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前为永通以永远通行，万国是天下万国可用，铜色清白，制作精致，轮廓俊俏，书法华美，初铸前径约三厘米，重六克左右，后铸渐小，径减至2.5厘米左右，且加有千禧钱，然仍不失美泉风韵。有河北钱、燕胜钱，传世之阔元大钱，据考为后世藩主。